榴莲盲盒，上次32.8块买的，这次这个便宜，25.8块，不是一家的，看看这个咋样？这我老公挑的，好像没有那个好，被熟透了，大尖儿型的，肉还可以，没有空肉，3个。妈呀，就4房肉，还熟透了，没有上回的好啊。啊，这还有一个5房肉，开吃。没有上回的甜，这个熟透了。太满足了。